哎呀，你干啥啊？我在减肥，你没看到呀？你这姿势摆的，这一天天能不能干点正事啊？这衣服洗了吗？碗刷了吗？日子会不会过啊？你这姿势摆的，这掰的什么样子？掰断了还得去医院花钱。你就不会洗啊？凭什么我洗啊？我这一天天上班这么累，我回来还得洗衣服做饭啊。我这哪是娶了个老婆，我这就是雇了个瑜伽老师回来供着。不过了，离婚。离婚啊？来来，我给你算笔账。我呢，以前是个数学老师，就是因为跟你结婚，我辞去了工作。以前一个月工资差不多8000吧，现在给你打个折，一个月5000。我跟你结婚差不多5年了吧，一年就算他6万块钱，那5年就是30万。还有啊，我们结婚前你说每个月会给我3000块钱的生活费，但是结婚后我一分钱都没有看到，你也一分钱没给我。一个月3000的话，那这5年就是18万，加上那30万，总共就是48万。你把这48万给我，我们就离婚。我说离婚了吗？说没说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反正你把钱准备好，咱们民政局见，谁不离谁孙子。哎，别说，我孙子，你就是个练瑜伽，就是个练这个，那个我洗衣服去。